O godless world, why hast thou forsaken me? I don't know what's what anymore. Good is bad, black is white, forwards is backwards, east is west, up is down. I'm not worthy. I'm not worthy. I'm not.你可以这么把一个狗当一个山，那么一个山当一个狗，所以这个我们让人自己明白。也是偶然的一个巧合，在现场酒吧遇见老毕，对，然后他说啊，我们那个主唱去留学了，你来跟我们排练吧，嗯，然后我就去了。我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在现场酒吧看他，对，跟另外一个乐队演出，好像那个大学那个乐队，对吧？大学的乐队。后来他，我觉得他嗓子蛮好。所以我过来给他打个招呼，然后我说：“这个老友嘛，到底有什么目标啊？”他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发现了专辑，你回家听一下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，可以跟我联系。”再过了大概2到3个星期，给我发个微信，哦，可以啊。没有2个，大概半个星期吧，半个星期。我那。70年代那个摇滚就特别适合，Tristan 那个音调，对吧？所以有什么区别呢？嗯，不难受，就Lindsay就唱的比较低点儿，Tristan 唱的比较高一点吧。我是美国人，然后我看在美国，大部分玩乐队的人都是男人的，对吧？所以我看中文那个情况，我特别喜欢，好像女人和男人都是平的，对吧？一起是比较新的一个情况，对吧？他们都一起进入，我特别喜欢这一方面的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么个那个男人和女人合作的话，我觉得。特别棒的一个机会，就反正我们，不管男人、女人、外国人、中国人，其实就喝多了都一样啊，所以就多喝一点。对，找对的人。对，就是你就是。 就大家先多喝一点，然后喝醉以后发现还能合得来，就是那就说明是对的人。就是为什么会走上就是玩摇滚乐这条不归路，然后是因为就是我的话是初中的时候，然后听那个我爱摇滚乐，然后就是听那个看那个我爱摇滚乐那本杂志，然后它会有送一些 CD， 就还有什么 hit 轻音乐这些，然后送了 CD， 当时就拿来听嘛，就一听，怎么这么难听啊？就怎么会有这么难听的音乐？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特别难听，然后后来就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听多了以后，你就觉得哎，怎么会世界上有这样一种音乐存在？然后。 你就觉得很好奇，然后你就会去听更多的，然后越听，其实你就已经慢慢的踏上了这条路。然后后来的话，有机会刚好可以组一个乐队，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玩这个音乐。然后你碰到的朋友什么的也是喜欢这一些音乐的，然后你会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组织，